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尊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尊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57页。倒数第三行，课题：定称正觉。第12愿，12愿，定称正觉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这一章啊，就是一愿。连功汇集这个本子，法大誓愿，第六品啊，采取原译本里面24章。48愿啊，这是第六章定称正觉，第12愿啊，定称正觉愿。经文说得很清楚，我作佛时，是阿弥陀佛，愿是因地发的。那个时候的身份是比丘啊，他将来做佛的时候，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注意所有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太深了，太广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最高的有等觉菩萨、化身菩萨、三乘菩萨，有声闻缘觉，下面六道众生，一直到无间地狱。无间地狱能往生吗？难。为什么？
这无间地狱的众生，也是久远劫修这个法门，只是临终一念错了，不幸堕地狱了，这有可能。临命终时，生怨恨心，所以经典跟祖师大德都教导我们，送往生的时候，决定不能够触动往生人的身体。为什么？他会有痛苦，怕他痛苦生了怨恨心，那你就不是送他到极乐世界，送他到阿鼻地狱去了。这个罪很重。不但不能碰他的身体，最好连他的床铺都不要碰。总得要有一点距离，这样就好。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很多往生的人，送往生的，他不懂这个道理，还要去探测它的温度最后从哪里走的，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千万要忌讳，好好修行人定功不够，临终触动他，他会生烦恼，如果这个时候有一念嗔恨，地狱道去了，这是一桩很可怕的事情。他到地狱道，他决定怨恨你，因为你把他送到地狱去了，那么冤冤相报，你往生的时候，他决定了障碍你，这是很大的错误，要相信佛的话，要相信祖师大德的开示，所有一切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有生到十宝图的法身大士，华严经原教初读以上，等觉以下，都住在十宝庄严土。没有见性的，没有明心见性的，断了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未破无明，生方便有余土。那么最下面的是六道众生，一品烦恼也没断，只是功夫成片，这个要知道。海鲜老和尚常常叫人劝人，无论如何要念到功夫成片，凡夫做得到的，事业心理业心未必能做到，功夫成片可以做到。什么叫功夫成片？一切时一切处心里面呢，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叫成片，功夫成片，烦恼习气没断。有这样的功夫就能往生，有这样的功夫就有感应。功夫成片是感，阿弥陀佛现身
给你说法，这是因，而且肯定的。楞严经上说过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经文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必非常肯定，一丝毫疑惑都没有。这是说功夫成片的人啊，阿弥陀佛现身，你跟他见面，佛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等于说你在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啊，你不会再有忧郁，不会再有疑问了，决定的是啊。那么有一等人很聪明，见到佛就向佛要求，我还有那些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弥陀慈悲，没有一个不带走的，反复老实听话真干，信愿之名要多么长的时间才能到这个境界啊？一般绝大多数的人三年。所以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发心念佛三年往生的人有多少，往生传里面你去看啊，三年的一半以上，绝对不是说他的寿命刚好还有三年，这个不合乎逻辑，讲不通。什么原因往生的？他还有寿命不要了啊，求佛戒引他就往生，是这个原因啊，这才讲得通啊。啊，万缘放下了，一心专念，三年真正做得到啊，没问题啊，真正做得到。对，这个道理我们要清楚，我们要下定决心。一生成就啊，如果不走也行，不走什么加工永恒，像海鲜老和尚24小时心里有福，口里有福啊，他念佛通常都不出声的，嘴唇在动，叫金刚齿，没有声音啊。生活穿衣吃饭佛号没断，工作啊，他的工作是种田农夫啊，在田地里面工作佛号不断啊，待人接物佛号也不断一句接着一句。我相信也不过是三年五载啊，就能提升到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啊，不再同居土啊，得到四意心不乱之后再向上提升应该也是三年五载，就能提升到理意心不乱。
离心不乱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生十宝庄严土，也就是化身菩萨。这是极乐世界往生大智的状况啊！啊，海贤老和尚那个光碟，我也看了几百遍了。啊，我想看的最多的刘素云居士，他上一次提报告的时候说，他已经看了1600多遍。啊，有时候他一天看10遍，最少不少过5遍。那每一天看7、8遍呢，是正常的。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欺辱，欲罢不能。啊，他这样的修学。我们相信3年无灾、啊、他可以得到四义心。真有把握。84000法门。无量法门，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得不到阿弥陀佛加持，时间很长啊。虚陀洹断了见惑了。啊，5种见惑它断了，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它统统放下了，真的出苦。啊，往上提升，提升到4果阿罗汉，要多长时间？天上人间7次往返，他不会多三恶道。他是圣人啊，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人间寿命到了再升天啊，他就是天道跟人道。人间寿命短了，天上寿命长啊，大家都知道啊。啊，逃离天，距离我们很近。逃离天主，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啊，逃离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啊，孔老夫子在逃离天。他往生逃离天多久了？我们人间到现在2500年，在逃离天呢25天。逃离天的寿命是逃离天的算法1000岁。那个福报大了，升天了。啊，算往生极乐世界无量寿啊，要知道啊，啊，知道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才有选择啊，正确的选择，不至于选错了。啊，那么生到
西方极乐世界，我国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远离分别，住根极净。经题上说得很明白啊，受要往生极乐世界人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远离分别是平等，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小乘的平等是三乘菩萨啊，别教里面是住、是行、是回向，平等心呐、啊，啊，觉就是开悟，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生十八土。发生大事啊，生十八土就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说的十八土的菩萨，不可思议，一生成就啊。啊，若不决定成等正觉，等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正大涅槃，大涅槃就是常寂光净土，法藏就不成佛，发这个誓愿。那么法藏成佛了，世尊告诉我们呢，法藏在西方极乐界成佛，现在十界，第十界了。啊，在一切诸佛境界里面说，十界是很短的时间。啊，许许多多佛的是无量劫，成佛到现在无量劫了，啊，法藏才十劫，所以极乐世界建成，从太空里面来说，它挺新鲜的，时间很短了，我们到极乐世界往生到哪里去了？将来在极乐世界元老，你什么时候来的？十界就来了。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换一句话说，无量劫，无量无边的三大阿僧祇劫啊，我们能在第十界去了，将来的老资格。这个机会多难得啊！怎样修？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榜样，就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功德，我们在这部经，在念老集注里面学到了，不怀疑了啊！这一句佛号包罗万象，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包，都在里头啊！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念一句阿弥陀佛，通通都念到了，一个都不漏。
啊，还包括一切诸佛度化众生的无量法门，一个法门都没漏掉。它是佛法真正的大宗旨，真正是秘密神咒啊！一法不漏啊，包罗万象。于是我们就明白，念佛的功德有多大。啊，说不尽呢。啊，无量法门，是因为这个法门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佛观起，跟你说因机的法门，怎么因机？你过去生中曾经学过。现在一说你就欢喜，你过去学过没学成啊，继续努力啊，这一生能不能成就不能，来生再接着干，生生世世啊，要很长的时间你才会能够证得菩萨果位，如果是大乘，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向上提升，跟净宗不一样。净宗叫横超，那些法门是竖超啊，像离开六道轮回。先到欲界天，再到色界天，再到无色界天，再超越，他走数路啊，时间当然长啊，飞翔飞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了。这跟你讲时间了啊，八万大劫。那单单讲无色界天呢，色界十八层，欲界六层，每一层寿命都加一倍啊，桃李天一天是人间一百年，夜摩天一天是人间两百年，斗率天一天是人间四百年，化乐天一天是人间八百年，他化自在天的一天是人间一千六百年。你就知道除一定会出去要多长的时间啊，净土的书生一生成就啊，最快的成就我们看到了，《往生传》上记的绝对不是假话啊，一般学佛同学都知道的宋朝的盈科法师，他念了几天佛，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不眠不休啊，不吃饭不睡觉啊，拼命念呢、啊，
念到精疲力倦，阿弥陀佛出现了，告诉他你还有十年阳寿，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来接引你。迎客这个是见佛，复制心灵啊，机会太难得了，立刻向阿弥陀佛要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就跟他约定三天。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为什么不当时带他去？当时带他去了，他个人的利益，对佛法没有影响。三天他能度化众生，表法给大家看，没有生病，人身心健康，三年说走就走了。所以弥陀给他约定，他欢喜接受，疗法门打开，告诉大家我见阿弥陀佛了，三天之后接引我往生。寺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为什么？破戒必求，在道场里头没有人瞧得起他，烦恼习气很重，反正是三天不长啊，我们就等了，等三天看你往生不往生。到第三天他要求大众念佛送他，这就是什么？现身说法度他们。大家当然乐意。你要求我们念佛送往生，我们很高兴。这问题你能不能往生？念了一刻钟，他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别人看不到，我跟阿弥陀走了。说完，真的走了。大家看到了，个个相信了。你看他十分。表的法破戒的比丘，他为什么念佛那么勤恳？因为他相信因果，他知道他要不往生决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害怕了。佛跟他讲还有十年，他没有克服自己烦恼的能力，那十年不知道做多少坏事，不敢了。这个机会太好了，佛来了，这当面要求，佛答应，真带他走了。所以人念地藏经有好处啊，为什么？地藏经讲地狱，时时刻刻提醒你，你造地狱业，你就没有办法避免地狱的果报。如何能脱离？那真的，迎客是个好榜样。你不念佛怎么行？三天成就。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一二三四五六是数字，七不是数字，七是圆满。念到哪一天见阿弥陀佛，那叫七。
啊，也就是念到功夫成片，啊，盈科三天念到成片，念到成片，决定赶得阿弥陀佛了去来见你，啊，这就是一佛念佛，现前见佛，现前当然是往生之后见佛。啊，现前是当时见佛。啊，念到功夫成片，有没有阿弥陀佛，你就完全明白了，不用再怀疑了。啊，事业心、理业心，什么时候见佛都见得到。佛在哪里？就在眼前。不来不去啊！为什么？佛在常寂光里头，常寂光遍一切时，遍一切处，所以佛现前，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助根基情，这个语气非常肯定，决定成等正确。啊，等正确就是等觉菩萨。啊，下面有一句，证大涅槃者，这就是妙觉如来。啊，可以做这样解释。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此第十二愿。明定称等觉缘，往生者决定成佛，正显弥陀之本性，唯一一乘一佛乘，广度无边众生，于究竟涅槃也。这个法门，这个经，十方一切诸佛都称之为难信之法，所以你不能够相信是正常现象，要不然诸佛这难信之法这一句话讲不通啊，你怎么那么容易相信啊？没这个道理啊。所以不相信是正常的，相信是不正常的。啊，为什么大乘经上佛说过，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当中接触到这个法门，得无量诸佛的加持，你才生信心，才发愿求往生，这个不平常啊。啊，我们就自己衡量自己过去生中有没有供养诸佛如来，有没有像经上说的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要不然你为什么相信？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相信自己有这个善根，但是不足啊。为什么不足呢？还有怀疑。那怎么办？这一生当中补足，补足就是要学大乘经。经典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真正相信，没有疑惑，惭愧不念了。
啊，我们要靠经教，在经教里要搞清楚、搞明白、搞透彻了，然后一句佛号就行了。啊，经念不念无所谓。啊，像海鲜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对这个世界万缘放下。那视线给世间人看，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无论哪一门，海鲜修的是什么法门？种地，一生从小就在农田里头，一直到112岁还在农田里面工作。你看往生的当天，他晚上走的，白天在菜园里工作一天，整地啊，给这个蔬菜水果浇水，拔草，菜园很大啊，一个人在里头干了一天，到晚上黄昏了啊，有人劝老和尚天黑了，不要再搞了，明天再做吧。啊，他回答怎么说了？快完了，完了以后我就不搞了。啊，别人也没听懂。啊，他收工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看老和尚往生了。想想昨天的话，话中有话。啊，他昨天真的做完了，做完了以后不做了。啊，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老和尚入光体，看1000遍，看10000遍，越看越欢喜。那一片是什么？就是无量寿经。你看看老和尚一生点点滴滴跟无量寿经完全相应，他是活的无量寿经。啊，学佛，佛来了，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啊，真正念佛的回念佛堂。啊，真正讲经的他都赞叹。你上讲堂。啊，4个老同修在一块共修，但是4个人修的法门不一样。跟我们表什么？标六合金。真正慈悲的基础啊。啊，一生对一切人真诚恭敬。啊，一生没发过脾气。没有怨恨过任何一个人。啊，别人欺负他，回报他。完全能接受。没有辨别。啊，到以后日久天长，事情明白了，大家都晓得老和尚忍辱波罗蜜到家了。啊，没有辨别，就是说他的心里头没有装这个东西。
他听的没有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也没有。92年不变的，那是什么样的人？他为我们做这个实现，目的何在？目的是叫这个地球上苦难众生，你们要想一生真正解脱，一生圆满成佛，像我这样修就行了。那么他的一生就是无量寿经的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怎么落实？细看他的生平就知道了。真的稳稳当当。信徒们来见老人，老人只有一句话：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道场文化大革命被毁掉了，毁得真彻底，片瓦不存。庙里的树古树都被年羹挖掉了。文革之后恢复没有盖殿宇，只盖了几间茅棚。我们在画面上看到茅草屋上面盖的是草下面是土墙这种房子我小时候住过。乡村平民都住这种房子。供的佛像最初是找人画的，以后是泥塑的一直到现在佛像全是泥塑的。告诉印智法师，不怕没有庙，就怕没有道。这话是真的。我们看注解里的书，这黄念老说的。往生决定成佛，语气肯定，没有丝毫疑惑，正显弥陀之本性。唯一一佛者真的是一乘法，一佛成什么？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在世尊留下来这么多经典，一佛成就这两部，这两部都皆归在一句阿弥陀佛，一句佛号上，所以这一句佛号是一佛乘。要真信，要真愿意往生，广度无边众生，
于究竟涅槃。究竟涅槃，究竟圆满。啊，一句佛号，愿文中愿离分别诸根寂静，自诵矣。啊，念老慈悲，把每一句经文处处都表现出来了，说明汇集不是随便写的，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没有改动一个字。啊，这就说明这个经是真经。啊，这些年来反对的人很多。啊，所以念老特别把经文每一句处处都写出来，断我们的怀疑。啊，弘宁法师给我们做了一份详细报告，啊，说明经典是可以汇集的。啊，不是不能回去。佛经传到中国来，从翻译的时候就有回去，所以汇集不是王龙书是第一个，不是的。啊，在汉朝时候所翻的经有汇集本，都在藏经里头。啊，所以这一次有这么多人反对，我觉得这些反对人都是菩萨，不是普通人。就像佛陀在世，六群比丘，他们来实现的，不实现就没有人下这么大的功夫啊，弘宁搞了十几年啊。把这些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什么呢？让往后末法九千年众生对这个法门深信不疑。好事啊！啊，我非常感谢。啊，要没有这么多人反对，这本书不能出现。啊，这本书帮助我们对于净土宗破迷深信。那要是没有人，哪有这么多出来呢？啊，这个能度末法九千年众生呢，让大家对净宗不怀疑啊。所以我说那些反对的人，菩萨，不是菩萨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成就？啊，都是来弘法的。用各种不同的面目，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感恩呐，啊，那么自己一生有幸遇到了，我们一交奉献，啊，在没有这遇到之前，我也学了不少大小乘经论。李炳南老居士将这个本子交给我，我接受了。所以过去我讲经说过，全世界人反对我不能反对，为什么？我要反对我就变成背师叛道，那我对老师的信心动摇了，我不遵守他的教诲啊，我就采用另一个本子，
啊，这个本子明明他交给我的，我接受了，我有义务把它弘扬，以这部经典学习，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我劝同学，我们这里有几个年轻的同学，很难得。啊，我劝他们真正学佛，死心塌地。啊，不要名，不要利。啊，不要供养，什么都不要，一句佛号念到底。讲什么讲？专讲这部经。经上怎么说，怎么就怎么做。像莲公老和尚，啊，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仙公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有一些念佛同学，来跟我说，称我为净宗十四祖。我说我还没死啊。净土宗选祖师都是过世的时选的，不是活着在世选的。印光大师的十三祖过世之后啊，大家尊他的。所以我告诉大家，十四祖是海贤老和尚。啊，他走了，谁选他？我选他。啊，这个是对的。他对我们净土宗贡献太大了。啊，他是阿弥陀佛派来的，来化解我们这次的困难。啊，给我们做正传。啊，用92年。一句佛号，这种修行方法啊，修行的成就啊，我跟诸位报告了。他老人家念佛得功夫成片，我相信不超过25岁，得四意心不乱，应在30左右。得理一心不乱，应该在40左右。理一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老人家在碟里头透了一句话了，他自己说的：“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谁说的？明心见性人才能说。如果没有见性，说这一句话叫大妄语。啊，大妄语多阿鼻地狱。啊，什么都知道，不能说。啊，这就使我们想到他的师父不是凡人。他的师父传戒老和尚。给他剃度，剃度完了告诉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后头还补充一句，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明白了什么？就开悟了，开悟了什么都知道了，啊，不能说，他听话了，他真干了。啊，真有智慧，真有神通，一点都不漏，痕迹都不漏。啊，你看他普普通通农夫，
那出家了，什么都不会。啊，不会讲经，五堂功课都不会。啊，不会敲法器。啊，什么都不会，只会种田。啊，种田就是他的修净土。啊，24小时，佛号不中断，这就是海贤老和尚，说明他心里没杂念，啊，没有不随缘的，没有不随喜功德的。虽然随缘随喜，一丝一毫都不放在心上，保持心地清净平等就，这告诉我们了，这叫修净土，心净则佛土净。啊，这上面的经文是唐译的，至于魏译呢，则为不住定居，彼灭度者不去正觉。啊，善导大师设解释魏译，多以唐译注显之。啊，用唐译本来帮助魏译遇到难解的地方，用唐译，并于此愿立四名，这善导大师立的。啊，这一愿也就是我们讲课文，用课题，它有四个课题，第一个，彼之灭度愿；第二个呢，正大涅槃愿；第三个呢，无上涅槃愿。啊，第四个呢，亦可名住相正果愿。善导大师说了这四个名称。啊，真切赞曰：啊，真切，日本金宗祖师。啊，在注解里面赞叹，告诉了善导。啊，这一些人都在中国留学，善导的学生回去之后呢，建在日本建立宗派，他们都是这个宗开宗的祖师。啊，但是他们尊师重道，都把善导尊作第一代祖师。啊，他们自己称第二代、第三代，这样下来，啊，把善导大师放在第一代。我们在日本净宗寺庙里面都有祖师堂、祖师殿，祖师殿祖师所造的像比佛像要高要大。啊，日本人特别重视老师，对老师特别尊敬。经绘本曲唐译之文，又以定成正觉为原名，正服善导大师之意。啊，善导大师他老人家这个意思，作为科的啊这个48愿的原名。啊，这是第12愿。是圆满。那么善导大师于48愿中称定称正觉，这就是这一愿。第12愿光明无量是第13愿，
寿命无量是第十五愿啊，诸佛称赞是十七愿，于十念必生第十八愿，这个五愿为真实愿。四十八愿里头，这五愿是真实愿，是最重要的大愿。啊，什么愿都不能跟这五愿相比。啊，是为四十八愿之心要，可见此愿呢是阿弥陀弘誓之心髓，四十八愿的心髓，彼佛本怀。啊，这是说阿弥陀佛，只是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为实现此愿呢，乃由生念必生，这个殊胜大愿，众生依此最简单、最容易、最圆满、最顿极，这是净土啊！念佛往生，那就决定成佛了。念佛的人很多，几个人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他认识不够啊！啊，为什么认识不够？业障深重啊！虽然天天念他，不解不理解，不懂啊。啊，没有人给他详细说明啊！念老慈悲也，晚年病魔缠身，痛苦不堪呢，还是完成这部注解。我们想到这一点，不能不感恩，不能不佩服。他为什么？他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希望众生因这个法门一生得度啊，都是慈悲的基础，没人认识我们晚年才遇到。啊，念老幕后这一句话，语重心长啊！啊，这是净宗，是法门里面的净路，念佛往生皆可成佛。愿文中分别者，思量识别住思于理，曰分别。这是第六识起作用啊，第六识是思量分别，以虚妄之分别为体现。这个虚妄的体现是什么？是阿赖耶啊，阿赖耶是前七识所依的。皆妄于无分别法之上啊，而分别我、分别法，故称为分别之惑、迷惑。断此分别之惑，谓之无分别智。唯识书记第七愿，玄奘大师著作：言分别者，有漏三界性。
心所发，以妄分别为自体故，通通以第八识。这就是第七、第六、前五。通通是以第八识。唯识书籍第七卷是分别者，有漏三界性。漏是烦恼，烦恼习气没断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凡夫心所发八识、五识也心所，六道众生离不开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认为是我，错了愿文中远离分别，即舍除分别之妄惑。这一句真正的意思，就是把八识、五识一心所放下了。八识、五识一心所，妄惑就是无明为什么？因为它根本不存在。现在量子力学家为我们证明了，确实我们没有看到科学家的报告对这个疑始终没法子断，你说他虚妄的明明有怎么是虚妄的？看了量子力学报告才知道真的不是假的，这种幻象在我们面前，我们竟然一丝毫的觉察都没有从生下来起到现在89年了，没有丝毫感触。为什么？它频率太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弥勒菩萨给我们说的，现在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一秒钟，2240兆波动的数字，要波动多少次？一秒钟，2240兆，太快了！从早到晚，24小时，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全是这个波动产生的幻象。佛怎么知道呢？佛看到了，佛有定功，我们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念头也想不到。今天的科学家，科学技术的进步，真正叫突飞猛进特别是最近的20年，最近20年的状况，汤恩比博士没看到，他已经过世了。他那个年代，地球上的物理学家
发现了原子，啊，80年前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里最小的，啊，用精密的仪器能看到，啊，最近这20年，大幅度的提升了，啊，发现佛经上讲的即为色。啊，科学说的微中子，啊，或者讲中微子，物质最小的，没有比这更小的。这个物质再一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把它分裂，果然没有了。啊，佛经也叫做极微之微的物质现象。啊，从哪里来的呢？科学家找到了，把它打开了，发现它是念头波动产生的现象，让我们马上就回到佛经上。佛说清楚了，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明白了，啊，这就是所有物质现象，整个宇宙物质性从哪来？念头产生，这个被科学家发现。啊，我们再回头看看《坛经》，这我们很熟悉的。慧能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整个宇宙这一切法从哪来的？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是真性，阿赖也是妄性。啊，妄性从哪来的？真性迷了就叫妄性，一念不觉，真性变成阿赖。阿赖也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华严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初成道时候，把整个宇宙给我们讲清楚了。清楚了有什么好处？不留念了，放下了，啊，不会在里面起心动念，我要占有它，我要拥有它，不需要。修道人在今天万缘放下比什么都重要啊！海贤老和尚晚年住持就是几间茅草棚，依他老人家的大智大德，他要建一个辉煌的大庙不难，为什么不敢？语言不成熟，那么什么语言成熟呢？在这个时代语言成熟就是盖小茅棚。印光大师说得好，在一些同修的同学不要超过20个人，那为什么？生活简单，有几个居士护持就够了，啊，不要求人了，把贪心断掉，把万缘放下，自他都能成就，啊，也做个好样子给别的道场看看。啊，道场该大了，
有人来出家，来干什么？看这房子不错，我的出家，过几年就是我的了。他不是为道了，成道了出家，他是看到你富丽堂皇，他这来出家，那不就造罪业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一生不见到这？把人对于留念道场这个念头断掉了，佛没道场，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这表法表得多好啊！啊，如果还贪图世法里面的享受，这个念头就是轮回心。你能出得了吗？出不了。为什么？天天在制造，天天在加强，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你那个出六道轮回是口里说的，啊，世尊表的法出六道了。海贤老和尚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头为我们表法，他做到了。他那个茅棚里头平常只有三四个人住，啊，两三个出家人，一两个居士，没有信徒，没有供养，他没有佛事。早晨3点钟起床，拜佛、念佛、绕佛。啊，吃完早饭之后，夏天了，耕种面积很大，开荒地，全靠自己。啊，种了100多亩亩地，收成好啊！啊，除了自己吃的用的之外，他不卖，他拿这个去救灾。哪个地方有灾难，水灾、旱灾、意外灾难，啊，人没有粮食，他送去。他干这个事情，啊，一生当中用这个来布施救人，不止几万人呢。啊，这都是他老人家把六波罗蜜、把六合、三福、啊、三学、普贤十愿通通做到了。啊，这是个真正修行人。阿弥陀佛让他来表法，表什么？为我们表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为什么？他常常跟阿弥陀佛见面，常常看到极乐世界。
我们在祖师传记里面看到，初祖慧远大师一生四次见到极乐世界，定中见到的，从来没有跟人说过。最后一次是佛来接引他往生，他才跟大家说明。这个境界过去见过三次，很熟悉了。别人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他告诉说，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模一样。这个答复是真答，说明它是真的。如果不一样呢，那就有问题了。完全一样。每一次见到的时候都一样。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真的，不是假的。善导大师说，这个五愿真实大愿，其他的也是真实愿。这真实愿里最重要的五愿，凭着这个五愿，我们就得一切放下，念佛往生净土。这五愿真的了不起。定成真觉，往生决定成佛，光明无量。光明是智慧，寿命无量，寿命是福报。赢得诸佛赞叹，诸佛赞叹意思是什么？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净土三经。没有一尊佛不宣扬净土殊胜的。为什么？只有这个法门度众生最快速。为什么一切诸佛赞叹是帮助大家破一身心，不是一尊佛两尊佛说的，所有诸佛都这么说，真能不信吗？叫我们断一身心。幕后第十八愿，生念必生。那我们最近看到，上一个月，潮州谢宗父亲往生，延年。这个人家是一个断卧修善、积功累德的人家，做好事啊，真救苦救难了，功德很大了，所以他父亲一生不幸福，临命终时，最后那口气还没断，他劝他爸爸。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你应该要相信，要发愿求生。他爸爸点头，很难的点头，然后带着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念一生就断气了。有没有往生？往生了。很多人看到不可思议的瑞相。看到大莲花，莲花放光，他们还拍这个纪录片，全身柔软，比活的时候还柔软。他叫大众给他爸爸握手，人家手上印念像棉花一样都带了。那换一句话说，个个都相信。
啊，往生这一句，一念就往生，这么容易，不难呐、啊！啊，为什么这么殊胜？我告诉他的，你这三年来积的功德，是这个地球上的人，现代人没有一个能跟你相比。你做的是真功德。啊，真是福报。啊，我说你还年轻，真干，永远不要退心。你的福慧将来不会在海贤老和尚之下。为什么？佛一定叫你常住世间，表法度众生。啊，佛所需要的就像你这样的人。啊，真能放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了达真如即万法，万法即真如。了是明了，达是通达。啊，真正明了通达，真如什么？整个宇宙就是真如。万法是幻象，真如是离体。能生万法，真如就是自信，自信就是万法。啊，所以万法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啊，诸佛的自信跟我的自信是一个心，一心无二心。啊，所以中峰禅师在西念法师里头开始讲得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此界即是西方，西方即是此界。真讲透了。细念佛事的功德不可思议啊，真正是明阳两利，我们用它来帮助经中的行门啊，编这个法本的禅宗的大德开悟的大师，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不是普通人了。下面极尽者，离烦恼越起，觉苦患越尽，即涅槃之理。啊，涅槃的离体就是极尽，极尽就是涅槃。极是极灭，烦恼放下了，叫极。静是安静，一切苦难忧患没有了，心回归到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就是极尽的意思啊。这里头用引自持己曰：极尽皆涅槃理也。
又《往生要集》上卷说，一切诸法本来寂静，非有非无，这真。让我们想到一切诸法它的真相是什么，就是2240兆分之1秒的念头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幻想，这个幻想是整个宇宙，用佛法来说，遍法界虚空界，多大？大而无外，太大了，没有边际，永远找不到边际。其小无内，其大无外，这是事实真相。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所以本来寂静呢，寂静是真的。谁知道？阿罗汉知道。所以阿罗汉在一切法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他定下来了，定到功夫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从阿罗汉就上升为菩萨，菩萨还继续修定，就是修寂静。寂静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决定不要把境缘，境是外面的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要放在心上，心就寂静了。一般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在阿赖耶里面形成种子，这个种子永远不会灭掉，将来遇缘它就起现行。所以阿罗汉往上去都有这个本事，都明白这个道理，在阿赖耶识里别种种子，就没事了。用一句粗俗的话说，决定不要放在心上，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就对了。就是说你保持一个真心，真心体是寂静的，相是无量智慧，寂静是定，定生慧，慧无所不知，什么都知道。佛法的修学就是戒定慧，不是世尊一个人修，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成佛都是走这条路，没有例外的。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所以要晓得持戒为什么？为得定，为寂静。那么有一些持戒的人搞错了，戒律持得很严，一天到晚批评别人，轻视别人，瞧不起别人，为什么呢？别人戒不如他，结果怎么样？结果他造罪业。
啊，持戒是要得定啊，定要得慧呀、啊，他不能得定，不能开智慧，啊，批评人、轻慢别人、造罪业，果报就是三途，错了啊！啊，人家纵然做错了，都要原谅他，不要给他结怨仇。你一念傲慢，啊，一念批评，就造三途罪业。这一桩事情，过去我们在台中修学的时候，老师常常警告我们。啊，我请老师讲礼记，我请他老人家讲经，读了一次他就答应了。我请他讲礼记，七次他才答应。告诉我，为什么我不愿意讲？大家听不懂，听了也做不到，讲是白讲的。啊，怕的是学这一点皮毛，傲慢心生起来了，啊，轻视别人，那不讲还好，讲了之后让他们都到卧道去了，就不讲，不讲是慈悲。啊，老师给我们选的前面两篇去理，啊，去理的内容跟《弟子规》差不多，都是讲日常生活当中小事啊，啊，劝我们要落实。与去理内容其相近的内则，啊，我记得老师只讲这两篇，其他的没讲。您学记、阅记，老师提出来，介绍个大意，没有细说。啊，那么一切诸法本来寂静，非有非无，这是事实真相。真相在哪里？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周围。啊，真的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你说它是无，相在面前；你说它有，刹那生灭，念念不住。啊，速度之快，我们没不怕，不能赶错。啊，一秒钟，2240兆。那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一秒钟多少画面？100个画面。啊，我们现实的。是2240兆，不能比啊！啊，老师的电影，你们这些人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这是老师电影里面的片子，啊，也就是这么讲。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放映，打在荧幕上，一秒钟多少次的生命？24次，24次就把我们眼睛欺骗了。我认为好像很逼真啊！当年最初的电视，黑白的电视，一秒钟等于这个50张，
现在彩色的数码电视100张，不是真的，是假的。啊，说它是假的，它真有些像，这像什么？累积起来的。啊，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有，感觉到有，那是一贪痴。32亿8000万，这一贪痴多少？多少章过去了？320兆。我们有没有概念？没有概念，还是太快了。啊，1秒钟能弹7次，就是晨起，那就是刚才所说的2240兆。这是诸法实相。啊，所以有得不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妄想得不到，真的呢？真的也得不到，真的什么都没有。啊，所以非无，有无都得不到。啊，自信没有物质，没有念头，没有精神也，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得不到啊，妄想阿赖耶变出来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六道轮回也得不到啊，什么原因？这些现象全都是在2240兆分之1秒所出现的幻想，你怎么能把它当真的？通通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是谁？大乘经上讲，八地菩萨。啊，七地以前知道有这个事情，自己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是听经上讲的，佛说的，听科学家报告的。我们没有能力看到啊，科学家看到是用仪器啊，我们曾经听说现在的仪器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啊，那居里佛说的还得要加一倍才能把佛所说的捕捉到了，能不能？答案是肯定的，能。啊，我估计20-30年之后，这个仪器更进步了，可以找到2240兆分之1。啊，这个时候。科学家就承认佛经是高等科学，科学家费这么多时间费这么多精力把事实真相找出来了，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出来了，讲的比他的报告还清楚学佛法，不但是哲学，它是科学。对佛法有利益了。佛法讲的是真的。台湾郑世炎居士年轻时候有一年过年
我在金门，他来拜年，夫妻两个来看我，啊，告诉我，他兼任辅仁大学教授，跟学生开了一门功课，课外活动，普贤行愿品，为他们讲普贤，好事情。啊，当时我提出个问题，我说我有个问题问问你，你给我解答，一句话不啰嗦，一句话答复我。我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说的是什么？他想了大概5-6分钟。答不出来，因为我讲的一句话不能啰嗦。啊，他问我，我说《般若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这4个字回答行不行？他想想有道理，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就这一句话，把一切法的真相说明说出来给你啊，诸法实相啊，啊，用白话说就是一切法的真相，怎么能怀疑？为什么他能说出他见到了？啊，他给我们讲极尽是非有非无，他看到了。啊，自信他看到了，自信一念不觉变成阿赖耶，他看到了，阿赖耶把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他也看到了，通通看到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他说他什么都知道。啊，那告诉你真相。一切法非有非无，所以提相用都得不到，全是自己一念不觉而产生的幻想。啊，这真正讲清楚，讲明白。啊，诸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根对六尘，同归寂静。为什么？知道它全是非有非无，彻底放下。啊，再不放在心上，这一放下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大彻大悟。啊，没有开悟说。没放下，放下就开悟了。我们在禅经上看到一个例子，慧明法师，吴祖拉的义伯逃难去了，被他追上了。啊，慧明法师没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这是有武功的人呢。他看到是追上来了，把义伯放在路边上石头上，自己躲起来了。啊，要说他们来是躲义伯的。啊，没有想到四品将军。这个义伯拉不动，他马上就觉悟了。啊，知道是护法神守住的，要不然是四品将军这个义伯这点东西怎么拉不动呢？就马上念头就转了，啊，叫着行者行者，啊，大家在寺庙里这样称呼能大师的。
我为法来的，我不是为衣钵，请你出来为我说法。啊，慧能走出来了，坐在石头上。啊，既然是为法来的，就提示他，啊，叫他放下万缘，不思善，不思恶，正在这一念当中，什么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他就开悟了。在一念当中，他放下了。啊，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之处，啊，马上就开悟了。我就磕头，啊，道谢，自己说。在黄梅那么多年，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今天听能大师的一番开示，明白了。啊，从今之后，能大师就是我的师父。啊，能大师一生度了40多个人，他是第一个得度的，第一个开悟。啊，就一念，迷悟是一念。啊，这一念呢，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啊，2240兆分之一秒，就那一念。这一念悟了，念念悟；这一念迷了，念念悟；念念迷就是阿赖耶，念念觉就是回归自性。就成佛了。迷悟在一念间的，人修行就是修这一念的。怎么修？寂静。寂静是自性般若放光的秘诀。那我们自信有光，跟佛菩萨、跟慧能大师一样，为什么放不出来？我们没有急，没有静，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叫六道凡夫，差别就在此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